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读雅各书，我是松牧师。雅各书是一本很特别的书，这个雅各是耶稣的弟弟，也是耶路撒冷城当时最重要的领袖。当时在各地的教会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，所以雅各鼓励我们要有信心，并且为主持续的跟随做见证。整本书有五章，第一章呢，雅各鼓励我们要有信心面对困难，甚至要喜乐。当我们面对大困难的时候，如果你觉得你没有智慧，你可以跟神要智慧。在第一章里面呢，雅各提醒我们要用永恒的眼光来面对考验与试探，然后也鼓励我们听得到一定要行道。到了第二章呢，第一节到第十三节，雅各鼓励我们爱人不能有偏见，你不能只爱那些看起来比较光鲜亮丽的人，你要爱所有的人，并且你真正有信心的人，在十四节到二十六节提到一定有行为，而不是随便说说的。第三章呢，应该是雅各书最著名的一章，就是叫我们管束管理我们的舌头。第一节到十二节，我们要学会去制服我们的舌头，因为舌头会造就人，也可以伤害人，并且不只有舌头的管束，我们要用温柔智慧活出美好的行为来。第四章呢的第一节到第十节，我们看到雅各鼓励我们不要爱世俗，因为魔鬼用世俗引诱我们离开上帝。他鼓励我们要亲近上帝，当我们亲近上帝，我们抵挡魔鬼，魔鬼就会离开我们。第四章的十一节到十七节也鼓励我们不要评断别人，基督徒要学不要评断别人，并且不要自夸。第五章呢，也是这章书的最后一章，第一节到第六节呢，这边鼓励我们不要为那些不义的富人，他们过得很开心，他们有很富足，而在那边埋怨神，因为这样的不义的富人，神必定会审判。第七节到二十节，在困难中，圣徒们要彼此相顾，这是雅各书的基础的内容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。雅各书第一章。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，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生忍耐。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。心怀二意的人，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，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，因为他必要过去，如同草上的花一样，太阳出来，热风刮起，草就枯干，花也凋谢，美容就消没了。那富足的人，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人被试探，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，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，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。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，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，慢慢地说，慢慢地动怒，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。
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，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，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。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道，自己欺哄自己。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，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，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。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在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，却不勒住他的舌头，反欺哄自己的心，这人的虔诚是虚的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，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，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。第二章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。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，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，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，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，说请坐在这好位上，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。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，用恶意断定人吗？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请听，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，叫他们在信上富足，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？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，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，拉你们到公堂去吗？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？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，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。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，便是犯罪，被律法定为犯法的。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，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他就是犯了重条。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，也说不可杀人，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，仍是成了犯律法的。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，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。因为那不怜悯人的，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。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。我的弟兄们，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信心能救他吗？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，又缺了日用的饮食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地去吧，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，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，这有什么益处呢？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，就是死的。必有人说你有信心，我有行为，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，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。你信神只有一位，你信得不错，鬼魔也信，却是战惊。屈服的人哪，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？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，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？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。这就应验经上所说，亚伯拉罕信神，
这就算为他的义，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。这样看来，人称义是因着行为，不是单因着信。妓女喇合接待使者，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，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？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第三章，我的弟兄们，不要多人做师父，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我们若把绝环放在马嘴里，叫他顺服，就能调动他的全身。看哪，船只虽然甚大，又被大风吹逼，只用小小的舵，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。这样，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看哪，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。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白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。各类的走兽、飞禽、昆虫、水族，本来都可以制服，也已经被人制服了。唯独舌头，没有人能制服，是不止息的恶物，满了害死人的毒气。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，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。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当的。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？我的弟兄们，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？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？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。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、有见识的呢？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。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，就不可自夸，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，乃是属地的、属情欲的、属鬼魔的。在何处有嫉妒纷争，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，温良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，并且使人和平的，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。第四章，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？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，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，也不能得。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哪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吗？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了。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徒然的吗？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，是恋爱至于嫉妒吗？但他赐更多的恩典，所以经上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务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
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呐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；心怀二意的人呐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你们要愁苦、悲哀、哭泣，将喜笑变作悲哀，欢乐变作愁闷。勿要在主面前自卑，主就必叫你们升高。弟兄们，你们不可彼此批评。人若批评弟兄、论断弟兄，就是批评律法、论断律法。你若论断律法，就不是遵行律法，乃是判断人的。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，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。你是谁，竟敢论断别人呢？哎，你们有话说，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，在那里住一年，做买卖得利。其实明天如何，你们还不知道。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，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第五章。哎，你们这些富足人呐，应当哭泣嚎啕，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。你们的财物坏了，衣服也被虫子咬了，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。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，又要吃你们的肉，如同火烧。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，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，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。这工钱有声音呼叫，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。你们在世上享美福、好宴乐，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。你们定了一人的罪，把他杀害，他也不抵挡你们。弟兄们呐，你们要忍耐，直到主来。看呐，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直到得了秋雨春雨。你们也当忍耐，坚固你们的心，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。弟兄们，你们不要彼此埋怨，免得受审判。看哪，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。弟兄们，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、能忍耐的榜样。那先前忍耐的人，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。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，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。明显主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我的弟兄们，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，不可指着天起誓，也不可指着地起誓，无论何事都不可起。你们说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。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，他就该祷告；有喜乐的呢，他就该歌颂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，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，为他祷告。
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，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他恳切祷告，求不要下雨，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。他又祷告，天就降下雨来，地也生出土产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，有人使他回转，这人该知道，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，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，并且遮盖许多的罪。